得九蛋的运气不差，还蛮好的，就应该吧。Hello， 谢谢庭伟嘛，谢谢你的追踪。有点物化吗？这样呢？这样吗？今天又是个没有刘海的一天。我最近有点懒得打理我的刘海。Hello， 头颅奖 ，Hello， 上官椅子，我们来跳舞吧，各位。我今天选了，其实也没有很多首歌，我想说只有前半个小时跳舞而已，所以我们就跳到九点。那如果我高兴的话，就继续跳下去的。没有，一定要几点结束？可是我跟你说，是谁？是西兰吗？西兰，不对，西兰还没有来，我是怎么叫西兰？西兰在啊。在了吗？在那里。哦，看西兰，西兰，我们不能跳餐上，因为餐上是 mini concert 表演的歌，就是没有出过的歌不行。是 mini concert 曲目，但是没有出过的歌，知道吗？还是其实是不能中文版？你们想跳餐上吗？可以跳吗？我不行。应该不行，版权可是又可以跳日文，不知道，反正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跳餐上，之前是说不行啦，应该不能中文，我不知道哎、欸，哦对，儿童，嘿嘿嘿，今天是儿童铃，儿童铃是什么？儿童铃，语言关系，我不知道，那只很吵哎、欸，它到底在干嘛？它一直在。还是问一下，下次不？西兰没有第二首想要看的吗？问一下之后，就以后连补都没办法补了。之后就啊，你不行，在直播上面跳啊、哦！我疼，没有了。日文应该可以吗？我们先中间偷猜一首，这样没有了。小心我下次就不见这样。你有想西兰有第二个想要看的吗？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跳。我选了几首歌，可是我问你们，罗德斯岛吗？那首的日文怎么拼？我找不到那首歌，我不会找那首歌。可以清唱，不行清唱，就是不能唱中文的词。我们不能告诉你们中文的词怎么唱。是罗德岛吧？所以我打错了，是不是？不是罗德斯岛吗？记得上次打罗德岛，麋鹿鸡，麋鹿鸡吗？这是，烦呢、欸。谁公告的？那么开心，原来是九蛋。那我们好，那我们跳。等一下哦，他真的是拖着塑胶袋。我们家有老鼠。搞不好那不是老鼠，那个是什么？我找不啊，那让他下来吧。我找不到。这首歌啊，没关系，我们先跳，我有加进去。反正我们只能跳半个小时，没有只能跳半个小时，反正就是只跳半个小时。所以呢，先跳吧，先跳哪一首？赶快啊，大家赶快去昭告天下一下，说张雨林要跳舞了。请大家来看。我刚刚明明就有。我们按照顺序。我们第一首跳新型病毒吗？还是什么？对，新型病毒最好是。那我们现在赶快趁没有什么人的时候，赶快跳一下餐上。不要说。应该可以吧？不知道。广告呀、yeah, 快点
你什么小心地震？讨厌！跳舞跳舞！今天刚练舞完，刚练完舞呢。今天的抽奖会办吗？会。等一下，你太快了，你等我呀。我们今天的抽奖就抽单纯的 VIP 位，可以吗？你看我买的那个，那是什么？哦，你又买了？嗯，你哦，那不是没有了吗？还是干掉了？你买的是底油哦？对，跟黑色啊、哦？不是黑色，那是黑色啊？不是黑色，嗯，是吗？你的眼睛有问题。等一下哦，我设个抽奖，你跳完再设吧。哎，不用，不用，先设。是啊，是啊。嗯、VIP 位，就这样。我要设60分钟，添加礼物。什么好呢？我们每次都一样好了。哎，我上次设什么去了？忘记了，在哪里？嗯，在哪里？太少。橙色啊。不是，没有办法设成。哎，在哪里啊？不见了。嗯？找不到，还是你们要送我熊猫？我不想要你们送我翻白眼。你们要送我什么？有一个熊猫哎、欸，熊猫，可是那个是什么？好狂哈，有点丑，哎呦，歪掉了。射什么？射这个吗？怎么样？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射，要几个？蛋挖几雷哦？哎，蛋几雷啦？啊，可以选呢、欸。那你要几个 kiss 猪猪？66个。可以直接66个吗？嗯，会太痛吗？爱你们呢。好，新壁纸没有啊？这是之前有出现过吧？这个场景，我拍 C channel 的那个影片也是在这里拍的，然后有些影片的背景也是这个。你现在送是不是浪费了？有一点是吗？你刚刚送了吗？啊，你太快了，我选的不是好狂。刚刚的好狂没有看到贴纸啊！好了，我们要来一个没有手电筒版的。要不要把这个灯关掉？不要。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什么东西？我每次这里都很不小心偷笑。我觉得这个很好笑。你要看我跳快乐机，我只会日文版，所以我们就跳舞吧。跳打空，妈妈不会打空，所以没有临场版，对不起。都穿大妈，这哪是大妈服啊？我很喜欢这件衣服。谢谢大家的支持，
剪下耳的荧光棒。这首歌应该还好。又下一个，这是在哪里？等等呢、啊，录好了，不要录影啦，我害羞哎、欸。应该还行。在我家。墙是张雨林贴的哦，这是壁纸。
这是壁纸，不是砖头。啊，对，不是砖头。我觉得很厉害，我一直看到这个，想到你早上说这是什么。哈哈哈哈。贵人，为什么听起来像什么外国口音？嗨，贵人。这首，等一下，前面有点久。我应该找短版的。忘了你们在录。喂，晚安。这是什么歌？你不知道什么歌？哎，跳错边了。因为我两边都会跳。这是帮小 A 组代位的，没有了，小巨蛋的时候。试试看，希望他的动作差不多。啊，是吗？不一样吗？啊？我不会啊！算了，就跳前面。小贝花贝哪有啊？看不到曲线，好可惜。怎么会有独蜘蛛？你这么想要抢先看是不是？没有这种事。我只能告诉你们，我们叫独蜘蛛，被老师说你要迅猛龙，其他不能的都漏了，很好笑。我喜欢这件跳舞就很舒服。应该是一样的。迅猛龙跳舞吗？很丑哎、欸！其实我们是中间的那个。老师后悔了，后悔什么？
滑。好热、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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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说什么？啊，在打 call 了。噔噔噔。想要冲位置跳舞？对啊。一个小空地，它在一个30×90平方公尺。下一首，公尺哦。下一首是我很爱的歌，我很想跳的歌，可是还没有跳到的歌。希望总有一天会跳到的歌。天佑骑车小心哦！骑车小心，怎么会跳到下坡吗？不会哦。平方公分，好久没跳了。嗯，忘记。真的忘记哦。不是，哎、欸，你帮我找舞蹈板。哎、欸，失忆了，我失忆了。可是这样子，是有什么动作是特别下苦功，想让你们看仔细的地方？没有啊。等一下，你们是不是把它想得太正式了，这只是一个就是娱乐性质的跳舞，没有很认真的跳舞。等一下哦，我们再找跳舞的版本。肉包？什么？你要肉包？你要我们跳饼干？饼干跳到快烂掉了，你要我们跳饼干？认真吗？真的想看吗？饼干不会很无聊吗？最希望你跳的是，你很想看现场版，是不是？我也蛮想要跳这首，而且我希望我跳这首的时候是 C 位。老师，是我要跟小吉一样，他想要跳大段的 C， 那我想要跳这首的 C。我希望台言再跳一次，你们是不是也希望呢？是的。我要来出有奖真答，没有奖的真答，有奖你自己讲，妈妈出。有谁知道张雨霖第一次跳这首歌的 C 位是在什么时候？我自己都知道，因为我知道，我跟排露露的。奖品是什么？对，礼物妈妈给。我看成礼物是妈妈吗？然后你还说对，是礼物是妈妈给。西兰那叫疑问句。
我刚刚的脸是不是有点痴呆？耶！你要自己调回来你刚刚那个。好热。快点啦！太热了吧？今天没有。在今天下播前，告诉我答案哦。刚刚的录影存证。没问题啊，我说话算话。都卡住了。几点了？57分了，最后一首歌，跳星星病毒，对吧？对。我刚刚应该没有找其他歌了吧？题目是，应该不会有我跟 Mina 的组合吧？我们通常都是 Sakura 组单独，是吗？哎，歪掉。题目是张雨林第一次跳那个刚刚那首歌。的C位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也不知道，没办法提示你们呢。明明一开始没什么特别。就不会在封面，在封面。好荒谬，关于故事的开头，找不到线索，想不出来任何理由。可以猜啊，也治疗也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话不说说往东往西都怪你。为什么唱歌越来越像他？很奇怪。在会后五年，让清澈的双眼给贡献，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察觉不太多。一逃不掉制约的锁，在星星病毒的你，把我变得不像自己，越挫越严重，全身烫到不行，仿佛和自己脑袋当机，剩一片空白无能为力，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啦。传染的措手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往东往西都怪你，魂不守舍，往东往西都怪你。
结束，这就是今天的舞蹈时间。然后呢，我现在要怎么才怎么转镜头？刚刚有人答对了，真的？嗯，是什么？这个光，等我一下哦。我们今天的舞蹈时间结束了，热死我了。你没有看到墙上破一个洞？那个是桌子撞的，不是我了。你可以先站离，就不会弄，就不会看到其他人。怎么站离？等我啊！主播站离那个站。啊，你那你就照你的脸好了，一路这样。嘟嘟嘟嘟嘟。到底在干嘛？这边还是很乱啊。这个我。跟你，我记得你看我的大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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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可以，这里可以看。你们觉得他走很远吗？其实他没有走很远，他就走个一步半而已。我就是有，等一下，我现在的光很奇怪。哇哇哇！好热哇！差点看到我了，吓死了！好热，你没有点歌吗？我们下一次再找时间跳舞。你没有点歌吗？刚刚有没有你喜欢的歌吗？走个两步走那么久，我没有走很久啊。我跟你们讲，是因为空间太小，所以找不到洞可以走，知道吗？好的。为什么真的雾雾的？你没有玩到，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我可以喝吗？好。你想点无渣？认真吗？我等，可能要等我一个月。我会跳到窒息。挪威人是什么？不是十一月吗？是十二月吗？十一月吧。对，不是十一月吗？我也喜欢那首歌哎。坏路机呢？没有坏路机，我直接略过。我，你要让我有准备时间呢、啊。我没有想到你点了一首，有啦，你点的歌我还是有跳啦，对吧？我们有机会再跳好不好？哦哦，挪威人是 OK。什么？是这样跳吗？十一月的教练。我查一下。米九说你无视他的榴莲。什么？米九，我哪有？无视你的榴莲在哪里？你的榴莲在哪里？榴莲少年是什么东西？是榴莲歌啊。榴莲少年是一首歌，而且里面还有男主角现在在直播里面。可以讲中文吗？讲中文就是九蛋有去客串演出。真的？那九蛋跳啊，怎么会是我跳嘞？应该要九段跳啊！等一下，大健，你拉链要拉好啊！吓死我！你知道这句话对男生说有点奇怪吗？啊？因为大健说不是他的拉链啊，所以我就要拉链拉好。你的拉链。噔噔噔噔噔噔！我没有那个道具啊，你提供给我道具，我就跳。
你做的那个衣服给我，我就跳。其实我不会跳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喵，你要跳舞啊？他们叫你跳舞。高清了吧？这是什么240P 的影片？网络太烂了。等一下，等他一下。VCD 是什么东西？就是240的画质。的什么歌？你们想看什么歌？重复跳到快唱，我好想要。哇哦耶耶 ！DVD 的钱啊，真的。雨林说的是240P，对啦，240。什么跳什么？可以不要断线吗？什么概念？毛笔？哈？哈？哈？什么毛笔？没有毛笔，今天是一个。什么风 ？Rose， 他叫他什么？他的名字好像 不念 Rose， 反正就是那个被说很像 Blackpink 里面那个有一个人的发型，是发型像而已好吗？他怎么 Rosa？ 好像不是这样念，哪有像毛笔？它一直断断续续，我要怎么跳？我找不着时间去修电脑。我滑一下插头吗？好啊。这个没插的话。嗯。好了，我去学一下这首歌。先点歌这样好。哇哇哇哇不是。耶耶的时候都是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场景？放弃刘海了吗？看你都露，我才露两次而已。也就上次跟这次而已，就是刚刚好都露了头。是刚好回来练舞回来。所以我每次练舞回来都很丑。如果我练舞回来长得很好看，应该是有洗澡。现在还没洗澡，怎么样？对。米酒找保姆。猫咪还是老鼠？太夸张了。猫咪的话，请你下来；老鼠的话，请你走开。我们来唱歌，变态。我最近很喜欢这首歌，可是我们会不会一直在听一样的歌？你敢不敢承认我爱上你的坏？他们敢啊！你。你是在唱给他们听吗？露额头好看吗？喜欢吗？
我一直在思考我下一次的公式法要用什么发现。来来来来，妈妈说对不对？什么对不对？你在说什么？什么？妈妈看一下留言。谁在跟我说话？不要再扇马尾了，好不好？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提议啊？四马尾是怎样？什么猫儿？你要我自带法式是不是？你们会想要看我马尾吗？可是我会秃头，会跟刘小静一样秃头。我有在想要马尾，可是马尾就是比如说有些我像我们就是怎么讲，有的时候比如说舞蹈有要戴帽子什么的话，那就很麻烦。就是马尾的话就是戴帽子会秃一个，你懂吗？可是我又不想要现在就露额头，虽然露额头真的蛮方便，但是只要没有绑好的话，就会很秃，就直接变清朝人。但容易跟林一撞啊？林一要绑马尾吗？哎，我按错了。林一也要绑马尾吗？小晴有秃吗？你们不知道吗？你说的是双马尾吧？我说的马尾是这个。离你太高吗？我什么意思？绑在看反馈也可以呀、啊。因为露额头，反正我还有，不是怎么讲？我现在才要18岁而已，所以呢，我们不要把额头这么快就出现，你有懂吗？侧单马尾，那没有刘海不准。侧单马尾，哎、欸，我会被你们今天那个 IG 上面的留言笑死，我要被米酒笑死。米酒获得了我心中的 VIP， 我也不错图，对啊。我本来就很秃啊，所以我才留那么多须须下来。我很羡慕谁的发际线呢？林婷丽，怎么是她？但我真的很羡慕她的发线，因为很好看。米酒留言说：“这是在透露谁是星星吗 ？”Hello， 我 po 了我的那张照片，里面两位都没有竞选吧？你在说我透露谁是星星？嗯，怎么还是他？对啊，怎么又是他？最近一直跟他聊天，但他的发型真的不错，你看不出另一个是谁？我有 take 他、啊，你看不出来另外一个是谁吗？小明也很可爱，是小明吗？小明说要转过来才分得出谁是谁，还是谁忘记了？谁躺着比较高？没，透露谁是猴子？哦，没看到，好吧，才知道你有大姐，你都没在发了我了，对不对？臭大姐，大姐你要发了我。180，你讲的，
到底有什么问题？很难分辨吗？明明就长得不一样，你们一定不够了解我。你们要多 follow 我。你们一定是不够了解我，所以分不出来谁是谁。有啦，你确定吗？我有点怀疑，你是不是都在看你的小萝莉？没认出来？怎么会没认出来？而且前一篇文就是提示了，没有啦，前一篇文跟这篇文完全没有关联。可是我穿的是，那是同一天拍的，是同一件外套啊。不然转发时 take 会错，会很丑。真的，我笑你。还同一个动作。没有啦，拜拜。同一个哪有，就只是这样子而已，这样子其实还好。不，你什么手机坏掉后，你什么时候要换手机？大姐，你的双萤幕手机坏掉，为什么？双萤幕啊，那种这样子的。对啊，被你折坏了是不是？你是不是看到屋后没有我，所以你就这样，这样想拍照？不是，他是太开心了。哇，没有雨林哎！好啊，都这样啊。你去载你什么意思？你要载我吗？哎、欸，等等，在我去接我儿子之前，我要先公布一下，刚刚有人答对了，那个人叫做那个叛没有的九蛋哈，叛徒。我没有讲、啊，你讲的、哦。是在那个偶像学院的第一次的那个活动，是、哦，然后在，哎，那是什么？世贸。爱已到路是吗？不是。他知道我 ，Go Go Let's Go， 就你呀、啊。淋雨一直可以不要淋雨吗？记得撑伞好不好？是不是有点冷？要记得撑伞，我觉得。所以九蛋，我会给你礼物啊，哈！你给他什么礼物？不要告诉你。你等妈咪回来。这是什么？难怪你不知道，借口都是借口。大剑，一定是你太少看张雨林了，所以才会这样子。你常看它就不会坏掉。2016八月，我忘记了。而且好像是8月4号。是，忘记。这是你们第二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和阿国两个终于可以上台的那一次。哪有？之后有没上台过、啊？不是吗？第一次你们只有自我介绍。对啊。后来也有没上台过、啊。很生气耶、欸！好了，我走了。拜拜。你做不犯我，真的？真的吗？那是什么照片？我有点好奇。希望不会是丑照。哦，恭喜孝璇中奖！一个，你送一个才中，是不是？哦，还没，又是丢一，你都丢一中。而且他都在这边只中小奖，都没有中过大奖，都在别人那边中大奖。哎，我在第十校写，对不起。我才5岁，真的？你怎么都知道啊？哦，算就好了。雨林那次不在台上，可能吧。谢谢小明的 love， 你们很厉害，你很厉害耶，你都记得了。你应该推诗人，你那时候是推诗人呢、啊，真的。怎么那么难唱？
世界都像我，我靠着稻草人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哦哦，我好久没见了，现在哦哦，哈哈哈哈哈。记忆随着长夜拥有，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想喝了只是奔跑。哦，那么我知道。打开荧幕时，笑死我了。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谁知道想喝了只是奔跑。哦，台湾研究生，谁知道？后来其中一位，什么是我吗？你原本不知道有台湾研究生是吗？这个意思。反正我们就是有开场表演，对吧？我们是暖场。噔噔噔噔噔噔，韩科超坏的啦！哎呦，可是我真的听不懂他在唱什么。我每次听他的歌，我就哦，听不懂的一定是他唱的，只知道哦，台研的啊，他不是台研，没有，你们有没有搞懂？台研是后来的六个才叫台湾研究生，你有懂吗？就是我这样讲很奇怪吗？是没错的、啊，就是后来我们六个才叫台研，其他的不算。坏了，哈！他把我的网络带出门了。官方还不够卖，真的。关店影片标题是吗？什么？等一下哦。所以以前我不知道啊，我记得应该是说，就是那时候选是。就是选的人，怎么讲？入选的人，然后后来我们六个才有台湾研究生这个名字吧？还是是什么？十七个人吗？不是啊。嗯？谢谢小贤的天平宝宝。本来对台也没兴趣，谁知道其中一位八蛋也心动死了，好害羞。年代年久不可考，什么意思？太久了。哦，真的？所以是什么？是十七个人都算台研吗？是吗？那时候是十七个吧，剩下的十七个，我记得，反正就是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不是台研吧？真的假的？有可能是果果啊，我不管，只能是我。然后后来就一直刷掉，一直刷掉，一直刷掉，然后就剩下我们六个这样。台研是爱制服，又买在那单上。哦，是吗？哎，我很想再穿一次那个制服，那个制服很好看。是哦，可是那时候应该是说，哎、欸，这个可以讲吗？这个好像不能讲，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特西兰，这个是我吧 ？Hello， 怎么念 ？Alex， 是这样吗 ？Hello A L E X。真的，你喜欢王星？王星很漂亮啊。王心，我那时候就觉得她很漂亮。难道是柚子泥？哈，怎么又到柚子？中途自己退掉的，中途自己退掉的是谁？中途自己退掉的是谁？你们是不是知道的跟我知道的不一样？可能不一样，没事，那没事，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个话题。现在有男友就在那个区，对啊。
姐姐有男朋友，只是王星退出了。对，啊，王星是七个人的，哎，八个，嗯，九个，啊，哎，嗯，你是被陈思源绑架还是被我绑架？臭酒蛋。我觉得呢，一定是我。都有啦，都有。没有台言，你可能不会一路看 TP 的 TPT， TPT 什么 TPT， 是吧？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台言，我应该也不会在 AKB 吧？我不知道啦，有很多种可能。可能我后面就继续拍广告之类的东西。都更喜欢你，我的答案你喜欢什么意思？那原本是什么？原本是诗源而已，是不是？就两个都是嘛，两个都困住你了。不适合当表演给他人看的角色，他说的。真乐乐，我那时候是真乐乐，诗源是身高是乐乐，什么？想要联播吗？什么联播？怎么联播？这小孩好屁，刚开始觉得这小孩，哎，傻眼了，哪有啊？我那时候很可爱，好不好？我那时候刚开始，你们，我现在去看我刚开始的直播，我会觉得很傻眼，就是讲话很不自然的感觉，会吗？不会吗？还是你们喜欢那时候的我？我就是现在这样子，就是我现在把直播定义为比较轻松的跟你们互动的地方，就是应该是说私底下跟你们聊天的地方，有种现在有种稳重感，什么意思？都忘了，那些早有点连播，谁呀？谁？拜托拒绝，谁连播？这么说好像不适合被别人连哦，真的、哦？谁连播？这么说好像不适合被别人连哦，真的、哦？谁连播？这么说好像不适合被别人连哦，真的、哦？我是觉得她就是蛮漂亮的。昨天找了一堆人连，可以连播吗？怎么连播？不是啊，我们可以连播吗？我们可以连播，我都不知道哎。你还没有到达，仰望过还是害怕，努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努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可以连播、哦，我一直以为不行哎，因为我没有问过公司，所以我以为不行。当初有连播的话，我知道那时候有连播，可是现在没有问过哎，不是应该问公司可不可以才播吗？过哎。不是应该问公司可不可以采播吗？不是应该问公司可不可以采播吗？还是他昨天已经播过？
噔噔噔噔，无论多危险，要噔噔，无论多危险，要无论多危险，要抛开一切。温暖的滋味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吗？好像还好，辫子好像斜。这其实是好像是国新宇的公式头，是不是？哦，到十点吗？我们忘记念书了，各位，可能会超过。哦，啥又中奖嘞？啥又中奖了？啥又好厉害！本次参与人数9 ，Hello， 各位，恭喜啥又 ？SHE 吗？好像没有很会，没有很会。17岁，不是17岁，17。可能会没有到11点，好吗？哈哈，恭喜啥哟！你是女的，上次中奖的不是你吗？恭
喜塞哟。对，这是果果的公式造的公式头。上次算累，没有啊，你也是啊。你是累跟上次是累跟你啊，原来你是女犯。哇哦！没有，好不好？哼！好了，我们来念书。第28篇。其实孝贤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好了，我们要来念练习不生气第28篇。不要执着在自己没有的事物上，怀着喜悦与感谢看见自己有的东西。我刚刚讲话卡住是这样，还没念完，还有那么多哎。 Hello， 好，我们继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单身的人会说我本来打算30岁结婚生一个小孩，可是现在每天都工作到3更半夜，根本找不到结婚对象，我的人生真的很无望。结了婚的人说什么结婚甜蜜，根本是谎话。我的人生难道就在每天照顾小孩子和老公中度过？还记得辞去工作之前，老板很赏识我，如果我没有结婚，现在恐怕已经升科长了吧。这根本是说给小姐，虽然自己没有事啊，在说什么，什么意思？好，不满于现况的女人们叹着气，但是这是自己选的路啊，每个人都是自己选择成为这样的，成为现在这样子，就是都是你们自己做的选择。感叹没有结婚的人在伪装自己，与对方妥协以及不结婚之间，选择了后者。哦，不对，结了婚的人也为了家庭舍弃工作，他们虽然都过着自己希望的生活，却也对理所当然的日复一日感到厌倦。他们羡慕别人，忘了理所当然中的价值。当你感觉麻痹时，请回想当初进公司与结婚的心情吧。你们会有什么后悔的事吗？就是觉得当初不应该这样子之类的。我还好，其实我蛮开心我可以进到 AKB 的，就是认识了很多人，也认识了你们。我觉得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如果没有进 AKB 我会做什么，可能就是读书。然后因为我进 AKB 之前都是比如说去试镜，然后偶尔拍个小广告，然后拍个什么短片微电影，就有点废废的感觉，不是那个星星的那个废废，就是有点无聊的感觉。后悔太早生，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时间生的话，你可能会去哈韩欸，因为现在的小孩都是哈韩的，很少有在。我会跟诗源一起拍。你说我如果没进的话吗？如果没进，我就不会认识他了，好吗？我可能继续舞蹈班吗？不知道。就是我其实不太知道我如果没有进来这里我会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以后要干嘛，反正就是现在先这样子加面吃。OK， 太晚认识我也后悔，没有后悔了。我后悔什么？就是蛮开心可以遇见你。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事吧，后悔，因为就算你后悔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所以那你还不如就是
维持现在，然后做得更好之类的。老师那样的职业哦，其实我觉得当舞者蛮好的，就是虽然你不会在底下看到自己的应援牌、应援扇，等一下，应该是说，如果单纯喜欢跳舞的人的话，那可以去当舞者，就是至少你有在舞台上表演，你有懂吗？但是如果想要有人应援你、有人支持你的话，那可能还是要走偶像这一块吧。其实我蛮想要去人少一点的团体，因为我觉得其实 AKB 蛮累的耶，就是竞争压力很大的感觉。可以跳，还可以卖牌里的。我去女仆店吗？是有一则什么东西。其实我曾经想过，为什么我们团体那么多人？真的，我曾经想过这应该没关系吧，可以跟你们说。尤其是每次，比如说什么选拔的时候也蛮心累的，然后还有不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像少女咖啡厅的那种投票活动，或者是反正就是一天到晚都在比人气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是人多啊，所以后来我就自己想一想，就想清楚，就是哦，对啊，因为我进来的这个团体本来就是他们的特色就是这样子。那我如果做好了，在这么多人中还有人看见我，那不是很好吗？我会这样想，所以就后来就还好了。而且其实人多也是不错啊，你多一点人可以学习，然后会交到很多朋友的感觉。不后悔推雨林，谢谢。吸引到的粉丝有限，对。哦，是吗？哦，是这个意思吗？只好走团体路。我是觉得现在还好啦，就先做好自己要做的事，这样不太会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对现况不满的人，恐怕不管面临何种状况都不会满意。相反的，认为自己好幸福的人，不管身处何种状况都会觉得幸福吧。幸福不是指某种状态，而是你的心怎么看待。单身的人可以和朋友聊天聊到深夜，可以随心所欲买想要的东西，可以专心于自己的事业，那都是因为还单身的缘故。结婚的人可以看着孩子成长，经济上有所依靠，可以全心投注在生活与兴趣，也是因为结婚的缘故，就是各有各的好处吧。如果真的后悔，就不会从二推到首推到单推。谢谢 Sparky， 好哟，阿贤也加油哦。你单身也没办法想，笑死，怎么那么可爱？反正就是一定会有各的好处，懂吗？就像是。拿刚刚的例子来说，我如果还在，就是我如果没有进 AKB 的话，我刚刚说我可能会继续拍广告什么的，那可能通常不太会因为广告而去认识这个人吧，广告就哦他在卖的商品是那样子的东西这样。可是我因为进来这里之后，你们原本就有在看，就有在支持 AKB 的人就会知道哦，有我这个人，这样子反而比较多人认识我吧。而且就是在团体里面的机会比自己单一个还要多，舞台机会来说，那不是，但女儿超可爱，
爱你女儿超可爱，我要笑死。又或者是说，像我喜欢跳舞，可是我之前就是感觉找不太到可以在舞台上的机会吧，除非我去什么舞蹈比赛之类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或是说我如果继续学专业舞蹈的话，那可能会有舞台机会。可是通常去看那种表演的人，我所知道的啦，通常都不太会去说哦，这个舞者好厉害之类的。取代哦，漂亮妹子，真的、哦、好酷、哦。可是我不知道是我知道的人都不太会这样的，还是就是大众通常不太会这样吧？我不知道，除非很多支广告都有他，那也是一个机会。可是我觉得进来还是有一些好处，就是可以学到比较多东西吧。至少现在不仅有舞台表演，还磨练台风口才的关系。对，真的。可能你就诸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反正就是各有好处吧。单纯当舞者，对。如果你是想要人气的话，那可能在这里就是对我来说应该比较简单一点，比自己单飞还要简单一点。也是你比较少跑吧？看 cos 也会跳舞，跳一下 occupy 部分比较少跑是什么意思？进团体可以放大自己的优点，嗯。夏雨林要主持，对啊，欸，其实我跟你们说，我原本完全没有想到我会主持这件事，就是我会有一个可以让我主持的机会这件事情。因为呢，就是我自己觉得我的口才不是很好，像有时候我就会自己讲话讲到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然后我的用词也不太会，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不是很爱看书的人，所以呢，就是我的词汇量就没有很多，然后我也不太理解主持到底要干嘛。结果我竟然被找去主持，然后我就觉得，哈，真的假的？认真吗？的那种感觉，还是有很多管道。对，这没有放上台演，可能就继续推 HKT。可是不会因为是姐妹团，所以看一下吗？我以为会这样。就是你的口才也是无敌的，就是我不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应该吧？不会有一堆三省四哦。我觉得，欸，可是后来我这个应该可以讲，就是呢，我们那时候公司的姐姐跟我说我要去主持动漫迷不迷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真心觉得我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然后我也不太确定我之前的主持的时候表现的到底怎么样。我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就是哪里还不够哪里还不够，可是每次都一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欸，就是可能也没有差到哪里去，但是也没有到很好。可是那时候姐姐我就说，哦，真的吗？我主持吗？这样，然后她就说，她觉得我是一个口齿伶俐的小孩，是吗？口齿伶俐，我就哦，是吗？的那种感觉。他们可能我私底下跟成人聊天的时候会比较好笑吧，就是讲话起来比较有趣，也有很多人说我讲话很有趣，
但我自己不觉得，我自己觉得啊，不就讲话吗？而且我是那种真的就是我跟朋友之间聊天，我可以很顺的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可是呢，我只要一紧张，我只要有一点紧张，我就完蛋，我就会开始尴尬，然后冷场。自己感觉不错，对啊。我希望，我也希望，我希望之后说不定，其实我觉得主持蛮好玩的，而且主持人说简单简单，说难很难，因为主持人我觉得很难的是说你要去了解你今天要主持又要帮忙主持的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比如说像生日会，你就要去了解寿星们他们最近有什么动态，他们喜欢的是什么，没有很喜欢的是什么，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之类的，那些都要去了解到才会完整的 才会就是主持的好吧。如果你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就像一定会事前做功课吧，比如说一般的节目的主持人也会说，比如说好，我今天邀请到的是这个艺人，然后他就会去看这个艺人的作品跟他平常的一些，对，要做很多准备，一些表演什么的，除非是真的很厉害的，可能就没有时间准备吧，我不知道，应该都会准备吧。真的很厉害，很可以随机应变的，那就可能不太需要准备。可是准备好了的话，你反而跟他会有更多共同的话题聊，你知道怎么去让他多讲点话之类的。那也是自己要去练习的吧。像我现在的主持就是比较简单的那种主持，就是我比较代表的是不知道动漫的人会想要了解什么。比如说我是一个完全不看动漫的人嘛，可是比如说今天要介绍这部动漫，那我会想要去问的问题是什么之类的，我会去负责带你们进入这个主题，这样。对，然后我只要负责控场之类的就好，念题目，然后访问之类的，这样就好了。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主持了吧。近年对主持访问来让自己了解动漫，对啊。这样你要做很多功课耶，你说什么哪里的时候，主持车的频道你要让我去什么，那叫什么，主持车的频道是什么，怎么主持车的频道，去介绍哦这台车有什么功能，是这样吗？其实什么动漫都不懂的人太稀了，不是好不好。但是我真的当初知道我要去主持这个节目，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平常真的很闲，就是什么节目什么也不太会有我的事，反正就是我觉得有多一个东西让我去什么去磨练也不错。要问问题不是也要稍微了解吗？不用啊，问问题应该是说像前几集就是姐姐她会出好题目，出好 round down， 然后我就照着这样子。很闲，很无聊，你很无聊，有什么还不足的呢？我觉得我真的要多看书。像我第一集出来，我其实很傻眼，张雨玲在干嘛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重复同一个词，哎，可能也是太紧张了，因为那是第一次录嘛，然后当下我就有点怎么讲，因为比如说跳舞的话，我可以去找前辈他们以前表演过的片段，然后去学习要怎么做。但是主持
那个节目的那件事情是第一次，然后我有上网去找很多 YouTuber 有没有那种类似的东西，但是比较我不知道是我找错方向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比较少。然后我不太知道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突然就录了，然后就紧张什么的。提早给剧本吧，那你会去补动画吗？动画没有，因为我不需要，我会去大概知道这部动，就是我去查，比如说维基百科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这部动画在讲什么，大概剧情是什么，它是怎么样的一部动漫，比如说励志的、爱情的之类的，我就会去问。然后呢，其实跟我不知道，我没有去问他们该怎么做，因为是应该是说，姐姐就是给我们剧本，然后比如说我要开场，我要讲欢迎收看动漫迷不迷之类的，然后就说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就讲一讲，然后对，你会觉得无聊吗？因为这里不一定有兴趣，不会无聊。应该是说我有的时候会不懂他们在干嘛，因为有些东西是可能要动漫迷才会知道的东西，那我如果没有去，哎呦吓死人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诶，这是什么东东，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 ，Hello， 啊，谢谢什么啊？谢谢浪 Life 官方的红色高跟鞋啊！等一下，等一下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然后我有新的手势特效。真的？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是谁啊？那是什么？你是谁呀？我很奇怪。可是是什么啊？是官方吗？为什么有红包？等一下，等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有人可以告诉我吗 ？Hello， 我有点懵了哦。什么意思？有红包哎！我活动达标，我们刚刚做了什么活动？超大阳光红包。啊？我们刚刚做了什么事吗？我懵了。祖族来了，祖族吗？祖族？哪有祖族？哪有祖族？什么祖族？Hello， 就浪官吧。哦。啊。Hello， 所以我要谢谢谁？我要谢谢官方。这个是什么？他说我有首次特效。没有啊。希望不是很可怕的东西。吓死我了！好像蛮可爱的，不可怕，不是可怕的小鬼。收服小鬼，这个手势特，我可是为什么我有手势特效？啊？我真的不懂。谢谢，他还在吗 ？Hello， 谢谢。你的礼物，可是为什么突然送我两个礼物，然后就有手势特效？哦，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贡献榜全部洗掉，什么贡献榜全部洗掉？什么贡献榜？我还是喜欢这个，这个也好像还行啦，还蛮可爱的。我很害怕它是可怕的东西，结果还好。
只有一个不够。你说那个浪那个红包吗？我刚以为是浪花红包。哎、欸，这怎么突然？然后嘞，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这样子，对吧？是，太突然了吧？好好玩的，我们刚刚聊到哪里？突然一个惊喜图，对啊，小丑不要小丑，我会把它删掉，永远不用。哎、欸，我们还没念完啦，等一下先念完这个。好，与其刻意将自己没有的和别人拥有的东西相比较，不如注视自己有的东西。这么一来，不论是谁都会感到幸福，也不会受如果怎么样的话这类的妄念所苦。迈向幸福的捷径是顺从自己的心意，在每种状况下都能找到自己的喜悦，不要忽略理所当然的小小幸福。就是要珍惜自己有的东西，要懂得感恩，懂吗？他的小便条只是迈向幸福的捷径是顺从自己的心意，在每种状况下都能找到自己的喜悦。浪送的礼物没算在榜榜排名，不是啊，我不懂什么时候为什么触发了他送我那个礼物。我们刚刚有在干嘛吗？抓鬼不是一个活动吗？抓鬼是另外一个活动吧？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为什么会有。Let me see see， 这辈子值了，值了。应该是这个捉鬼大师，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呀。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呢？我们待会等妈妈回来再问她。特殊图鉴，我刚刚，那我应该有贴纸是不是？等一下哦，装饰贴纸，哦，还没有，啊？你也没触发我，什么意思？哈？对，他说这里要触发两个特殊图鉴。要有两个特殊图鉴才会有刚刚的那个手势特效。可是为什么浪官方要突然送我一个图鉴？对吧？什么意思？我很好奇，我很想把它搞懂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太懵了。有内部人士推我吗？谢谢，他还在吗？那不对啊，可是，咦，应该要显示在那个上面吧？如果是真的是人送的，人说什么？真的耶！我突然就有了贴纸跟特殊图鉴。对啊，好好奇哦。妈咪可以赶快回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修行任务，这是什么？打电话过去问，然后改口音，很奇怪。但可是他，很酷哎、欸，太就是有点太突然了，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来送礼，所以应该是有人用。他是不是看我没有什么手势特效，所以他送我？你们有那个礼物吗？他刚刚送的那个礼物 ，call out 求救问一下，应该是也没关系啊，但是我就是有点好奇而已。红衣小女孩，好可怕！我们看一下活动说明哈。小编忘记切账号吗？为什么都往坏的想？看你卡还不行吗？哦，
因为通常不会有这种事，不是吗？通常会发生这种事吗？什么意思？所以我刚刚应该把那个鬼抓住。这个是什么啊？特殊土建礼物，刚刚是什么？红色高跟鞋，红衣小女孩。嗯，这我不知道啊。鬼王被 KO 了，有奖励。因为鬼王被 KO 了，所以他送我奖励。哎，随便啦。反正就是这样子，再过吧。哦，所以所有人都有这样，这不是只有我有。啊，好酷哦！希望之后还有这样子的活动，这样我就可以有很多个手势特效。有在播的主播，原来如此哦！啊，原来如此。就是有人打败他了，所以有在开的主播都有这样。明年可以不要鬼吗？我想要别的，他为什么一直抖？不要抖。好像蛮可爱，我赚到了，突然觉得很棒，这个时间播很棒。对啊，他为什么在战斗？很好，我们要念第二本书了，各位，把它吃掉，把它吃掉。第二本书，一分钟掌握对方个性，来，这样，僵尸小，不要，他送我那个我就不要，我不会用的。休想叫我用，这样我妈会疯掉，因为她又要陪我洗澡了。还要念呢？那不要念了，那今天不念这本。你是不是不想看我直播了？怎么可以这样呢？反正我们没事吧。好了，不念了，被两本书都念。对啊。啊，西兰怪怪的，有吗？臭大姐，可以陪我。乖，我当我的学生，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搞不清楚状况，我们就这样吧，算了，今天就念这样就好了。因为明天要上班上课，所以我们今天早早洗洗睡。门神是 BB 好吗？他会保护我，我洗澡的时候他都会偷看。他是变态 ，BB 是变态。我妈妈躲在一边吃鸡腿。什么东西？明天修？你为什么修？为什么可以修？我们来念本吧。妈妈在玩吃鸡，你们在说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妈妈在玩吃鸡？好，敲打上滴落的雨滴。你的休假也是不固定，是哦，怎么那么好？
我们要念榜了，我们来念榜，日榜是不是？日榜，好。等一下，你们先聊天，你们先自己聊天，我要先把牌找出来。哎，妈咪回来了，各位，妈妈回来了，我的妈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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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妈咪，等等，妈妈关好门呢、啊。等一下，哎，你弄到电风扇了，你弄到电风扇。嗨，妈妈。嗨 ，B B B， 你没有跟我说嗨，张 B B， 他不能，他要去洗脚的，张 B B， 等一下，臭 B B， 还是臭 B B， 我们现在要念榜吗？哦，要播猪猪宝贝，猪猪宝贝，我们要念棒棒。棒棒棒！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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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呜喂呜喂呜！十六名是，我们等妈妈好了，我们等妈咪，这样才有掌声。嘴角别乱踹，好奇就烦你站在门外，有问题要多问一个外，走路时候屁股别翻白。吃饭饭前把手洗拜拜，看见蝴蝶你不要发呆，生病了要勇敢的对待，长大以后要把握未来。 Oh why， 亲亲猪猪宝贝，宠爱你不累不累，每一天给你的爱是一千倍，陪伴你夜空很美，把快乐都告诉了全世界。Every day， 我发现有两个微乳哎。开些柴，回答问题把头抬起来，毕业的 pose 要好好摆，向前再去做个 baby， 你不要耍疯好不好？请进，不要用，不要用，走开啦！哈哈哈，你好，你好。哎呀，宝贝，嗯，爱你，爱你，爱你，我的，夏尔嘞？呀、yeah, ，你不要踩啊！你在干嘛啦？哎呦，你给他亲一个嘛！啊，妹妹、好了，我也爱你，你好臭！啊！在发疯，好恶心！怎么可以说他恶心？很臭哎、欸、他！我在找牌牌。啊！我在干嘛？
机没电了，妈妈。嗯。你的手机没电了。哦。对。找到了啦。那我要让他用爱发电。什么鬼？我刚刚得到一个鬼鬼的特效哎，真的让 Life 官方来给我两个图鉴，然后我就有鬼的特效。为什么他给你图鉴啊？好像是抓到鬼，然后他就只要有开的人，他就送他一个图鉴。好棒啊！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很突然。那你们有人抽到红包吗？我有抽到，我拿了。我以为是浪花的，然后我就抢，结果是阳光的，很大一包，对啊，是阳超大包的，对啊，三千。啊！夜空 sky， 你们大家都有拿到吗？快点，有拿到的加一。夜空 sky， 夜空 sky 的在哪里？在哪里？嗯，怎么那么难找？加一的我都看到了，那既然有拿到那个阳光红包，那就加入粉丝团吧。哈，夜空 sky 嘞，我放进去，不要，命，哦，不是啦。夜空 sky， 哎，对，你们加入粉丝团的啊，你们要记得去领那个亲密度，好不好？你们领的亲密度越多啊，那雨林的那个热度就会越高。拜托大家，拜托拜托。然后九蛋，我真的会给你一个礼物。什么礼物？你不要再来乱了，走开啦！比比来，过来过来，妈妈快来，你去找妈妈。来，妈妈这边来，乖，妈咪爱你，妈咪好想你啊，妈咪想我。继续，我们要念榜咯。对，跟雨林的亲密度。我的亲密度，等一下，小麦，剑，大剑，大剑，这样我会伤心哦，对不对 ？BB 也会伤心哦 ，BB 就会去咬你哦，咬他，小宝贝，亲亲猪猪宝贝。告诉了全世界。哎，刚刚抽奖是谁抽到？沙优，又是沙优，沙优，恭喜恭喜！可是我上次画的沙优在哪？在里面啊。哦，看到了。沙优，赶快去买彩券。我们是这个三二一好了，我们来第十六名是戴戴，谢谢戴戴。第十五名是九蛋，谢谢九蛋。第十四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十二、十三名是点，谢谢点。
改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十一名是微如，谢谢微如。第十名是天佑，谢谢天佑。我每次都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微如跟小明有关系吗？什么关系？什么意思？这是那个蒙丹阿鲁吗？不是吧，蒙丹阿鲁是阿鲁啊。第九名是小蓝，谢谢小蓝。第八名是夏尔，谢谢夏尔。第七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 你要看我的小鬼吗？嗯，怎么没有？就是那个长得像那个巫毒娃娃那个吗？那个蓝蓝的不是？哦，他会一直吹他的那个，你看上面一点，手伸高一点。好可爱哦。然后第六名是阿贤，谢谢阿贤。第五名是沙优，谢谢沙优。已经跟大家是 cousin 的关系。第这个是僵尸。四名是燕子，谢谢燕子。第三名是，谢谢燕子。第三名是，第三名是小麦，谢谢小麦。你在说什么？我说那个小鬼是僵尸。他就突然，我们聊天聊到一半，他就突然一个浪官方什么什么浪官方账号，然后就放两个礼物，然后就然后底下就显示，哦，你解锁了小鬼的那个手势。谁有截图？很酷呢。我要看谁有截图。我念到第几名了？第三名是燕，那个小麦。第二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一名是秀贤，谢谢秀贤。好嘿。今天的 VIP 位，沙优，恭喜沙优！嘿吼！恭喜沙优第二次的 VIP， 得了第二次 VIP。你在说什么？比比，你怎么了？你干嘛一直去踩人家的脸？然后就换首歌了。对，有 VIP， 就是前面抽奖的抽到的人就是 VIP。Hello 旅馆 ，Hello 船长，哒哒哒哒。Bibi 踩了怎么了的脸？怎么了的脸？落日一笑笑，我很想念你的家人。你不要为难他好不好？叫他还要换账号，麻烦。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结束啦，谢谢大家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陪我直播。下次有机会再来跳舞直播，下次见，拜拜。你们热度高一点，他就会跳舞了。